Ghost Pokes. Ghost Pokes. Bow, chi bow, bow, ch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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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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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w。这次我去怡宝打歌，我会做什么东西呢？今天我就想玩一个比较刺激一点的，因为我看到外国有一个 DJ， 他放一首很炸很炸的歌，舞蹈的跌下来变成那些类似好像甜蜜蜜这样子的歌，弄到那个气氛就垮掉了。他是怎样把那个气氛毁掉呢？就好像这个 DJ 这样子啊。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话，不知道这里的人会不会接受到嘞。所以我现在就在准备弄着那首歌，就给他炸到很够力，过后我就放一首《两只老虎》，不知道那场面会怎么样罢了。我怕他们接受不到，会赶我下台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是怎样弄那一首歌。我这样子玩，我不知道怡宝的人会不会杀掉我。我录这首歌的原因呢，就是想 prank 那些喝酒的人，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。如果他们接受不到的话，我就准备给那些人顶杯，不然就给他们赶出去了。加上马来西亚没有一个 DJ 这样子做过，也没有这样子 prank 那些人，我是想尝试一下来 prank 那些人，不知道他们真的是会怎么样。我先跟你们说对不起先啦，希望你们不会想打死我啦，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什么都不做给你们的。So，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人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打开小铃铛哦。So， 我现在弄完我的歌过后，我再拍给你们看吧。7 hours later. OK， 现在我就到了怡宝了啦。怎么我又会选在怡宝呢？因为你们这班的很会颠，所以我一直都会选择怡宝的原因就是在这里。我就是看到你们那么会颠，所以我就要做这个计划，就是要 prank 你们全部人。你们今天中 prank， 希望你们不会不要订阅我，或者你们看到我不爽我，希望你们不会直接。话不多说了，我现在就上去喽。今日开心噶啦，你哋又开心。So， 现在我就在 DJ 台这里了，这位就是我的 Ben 哥哥。嗨，大家好。如果我今日啦，我要 plan 嗰啲客仔啦，会点样样咧？点样搞法？我放一首歌，好炸好炸好炸，好似 3, 2, 1 嘅时候，我跌落嚟放个甜咪咪，会发生咩事啊？哇，会食玻璃杯？试下。将只个玻璃杯飞上嚟嘅时候，我唔会帮你挡噶。会咁大只，你保护唔到我咩？试下啦，今晚。所以今晚我就试一试看了啦。如果是真的是吹玻璃杯的话咧，你们应该是明天看到我在 YouTube 那边会看到我在医院的。包头的 ，OK， 这里有胶布的，这里也有胶布的。所以我先准备先啦。20 minutes later. OK， 现在我有点担心，我还是问我最好的朋友刘俊。Hi，Hello， 咩事啊？林根啊，我放一首歌好行好行噶啦。好啊，我下仔跌落嚟放甜咪咪会点样样？咩甜咪咪啊？哇，一下跌落嚟咁样嘅样，冇人试过系？冇人试过咁样嘅嘢，真系冇人试过。我惊我老细会无端端踢出去喎，一定有啲人会呜嘅，呜咩嘢嚟嘅呢个？我睇我今日系正咩发现出咗。可以试下嘅，应该会好大嘅惊喜。惨哦，他也没有什么保证啊，惨到我有点担心啦添。Showtime! Fucking hands up, come on! Bow, bow, bow.
已经结束了，刚才我 prank 他们了，真的是他们很大反应一下，整个场面我都不知道要讲说好，就只有一个哦这个声音罢了。所以现在我就随随便便去一个自己酒吧附近的露露吃就算了啦，因为那个传说中的最好吃的那个面它要很吃才会开门，所以现在我只是吃露露，吃完露露我就要驾两个小时的车回 KL 了，喝了一点点酒，所以我要吃一点东西，不要给肚子只有酒没有东西在肚子里面，我有点饿了，刚才给老板灌醉了两三杯，因为我很少喝酒，所以两三杯就整个脸红到完。所以我先吃东西先啦，我就在这里结束吧。如果没有订阅我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打开小铃铛。我有点晕了，可以了，拜拜。